嘿，大家好，我是赤田人，这是赤田实况操一骚。哎，我们之前对啊，我看到那留言说密码是 Akira，那个其实后来我又自己全部重破了一遍，去看了图书室的那本书之后，后来也发现了，然后后来看了。后来也是真的有找到那个东西，然后进去之后它是，我找一下，应该这个吧？哦，错了。错了，好吧，怎么退掉？太大意了。太大意了，等一下。对了，这个才对。它这里面就是一些角色的设定啊，干嘛的？藏在某个地方哦，没注意到的情子细节，这是什么？死最快的人，谁都不愿意接受我，不知道跳不跳，深情对吻中，杀了苍田之后，尸体被藏在某个地方了，请大家这样，请大家找找看咯。哦，原来他有把尸体藏在哪里？朋友。我们不是好朋友吗？故事中的主人公在聚集的问题学生的班级中，很普通的女子高中生，在这个学校中罕见的一个人生活，注意力集中在一件事情，就会忽略其他事情，会为了米莎要做出可怕的行为，也是性格的原因。有的场景中，如果牺牲掉我的话，其实是真心的，真的是有了为超牺牲自己的觉悟。有着真正正直的性格，为鬼娃大概是这样才选出我们主人公的。我会一直守护你，哎，男的，二周目之后就可以选择男性主人公，旧版和女的有着相同的性格，新版的更接近普通的男生。真的 ED 中描写了这个男主角和米莎的友情，所以没办法。哦，真 ED 里面写的是女的。哦，诶，那我们来用男的破一轮看看好了，反正应该都是一样的吧。全身是血，十分感谢你能玩米骚这款游戏，虽然变成了满载吐槽元素的游戏，不知道你玩的是否尽兴。你满意是我们最大的动力，请在休息室好好享受喽，呵呵。辛苦了，不辛苦，男的，哦，男角这样，呵呵，省了很多我乱配音的。那这次要叫什么名字？之前是叫嗝，还叫过肚子好痛，这次要叫什么呢？我会 B-box，不要，耶、马上开始，我会 B-box，B-box。能知道怎么破吗？那我们就快速把破完。好，安安藏铁。我猜，哦，彩家，我会 B box，彩家你没事呢，我会 B box，你来的正好，
现在可是机会难得哦，干嘛？你要念 B-box 给我听吗？现在谁都不在，好了，这段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差别。真是不知道会发生什么。哎、欸，他说的话跟女的不太一样、欸，女的会说：“算了，我不管你了。”是你。是你，是你，梦见的就是你，球棒，OK，哦，他这次有音效诶，紧急出口的钥匙。好了，我们先去看那个谁，我差一点又要想要去按那个安安，嗨，这次会有什么差吗？呀，不要过来！找乙女，叶真揪我，啊呜啊呀，逃走了，论，呵呵，不要，必须要救找乙女。有没有什么可以驱散恶灵？要搞找更强的东西。GG，找乙女同学，我会 B-box，尝尝这个，爽。耶，找乙女还是死了，我救不了你。哭哭。臭，当，花子来了，安安，花子，咻，再等他说一次，耶，得到了零钱。来抓我哟！他刚刚好像一瞬间真的顺了一下，呵，没，变，呵，救命！嗨，吉野，我会 B-box，太好了，呵呵，太好了，你会 B-box 哎、欸，救救我！好啦，救。等等，我现在就给你解开。谢谢你，真是个好人，比工藤帅多了。吉野，你总是欺负比自己弱的人啊？什么呢？又怎样？能和我做个约定，发誓从今后不再欺负弱者。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你快给我解开，我们快从那家伙手里逃走。那家伙，谁来了？哎，如果不藏起来，连我都被抓到，就救不了吉野了。姑且先找个地方藏起来，能藏起来的地方。呵呵，超恶，拜托了，不要发现我。不要，不要，拜拜，吉野。得救了！我啊，身上沾了好多血，要快洗干净。这算怎么回事？这么过分，我没能救到你，真是抱歉，居然做了这么过分的事。那跟那个谁，女的那个讲话就不太一样了，试一下，出来啵，好可爱，好可爱吗？过来，龟龟，
这边会不会变成帅哥排行榜，变成美女排行榜？不会，还是帅哥排行榜。帅哥排行榜，我的帅在于脸，懂了吗？不不。洗脚脚，洗脚脚，连感巾我洗毛毛哦。得到了米骚的一部分，哇！这莫非是不什么都不想？总之先回收好了。原来米骚的头可以回收，那是要回丢在哪一种的呢？卡哥咩卡哥咩，安安工藤，我会 B-box，你也会 B-box，只有好像只有我不会，你好厉害啊！你受伤啊！我被怪物抓住了，想逃的时候被怪物冻伤了我的腿，我动不了，好痛苦，救救我！刚才声音是米烧浆，工藤君也能听到。米沙奥讲现在很痛苦，可恶！如果我早一点救出米沙奥讲的话，就这样，叭叭叭叭叭叭，这一段都一样。工藤君，救工藤吗？米沙奥讲，求你了，救救工藤君！米沙奥讲，你来接我了吗？这样就能一直在一起啊。我爱你，米沙奥讲。别自作多情了，我对你没感觉，什么特别的感情？去死！哎，呵呵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这样？米烧浆必须停止在其他人牺牲前。啊，他把厕所的墙壁撞烂了。话说，不知道在那边转头的话会怎样，应该是会死吧。试试看好了，我想看看你长什么样。好啦，为什么男的声音这么小，不像那女的叫好大一声？女人这样，那男的就只有这样子。呵呵。好像可以使用瞬移了。迷室，是我会 B-box，那个突出市场。那你想起来了，真高兴。好多人没，我会 B-box，请做我的朋友。好啊，看在你会 B-box 的这份上，我就跟你做朋友吧。好啊。图书室，好啦，帮你升级一下啦，变图书馆。还视力的哦，厉害吧？赞，好棒的名字，我就叫视力图书馆好了。朋友听起来真是美妙，帮你升级一下，你就变成视力图书馆了。我会 B-box。很好，有什么困难？你会 B，我会 B-box，你会 B-box，大家都会 B-box。哎，老苏啊，得救了。
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奇怪的。劳师现在校内很危险。哎，对，我还没有去拿花，算了，等一下回头再拿好了。得到了打不开的香香。哎，市立图书馆，你为什么刚刚要考位呢？是这一桌吗？是。这一桌吗？这一桌？屋顶决斗，呼呼呼！叶真君，哇！我会 B-box， 为什么你身上都是血？哪有？叶真君平常看起来很厉害，没想到你是个胆小鬼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早一女同学死了，那个女生，我才不相信！我会 B-box， 救救我！哎，你会 B-box， 我也救不了你啊！波波，是热。哦，对了，这边，哈哈，被你发现了，作为奖励，告诉你密码吧，阿基拉。被我发现了。买饮料，宝矿力水的，哇，这个是谁啊？我怎么不记得有他？好像是工程。我怎么不记得有他在班上？还是说就只是路边的路人？快揪揪叶真，他是我的同学。
这是要给我的吗？他会，他刚他上之前他是说要可以让你当我的女朋友，那他会叫我当他的男朋友？哦，没有。他没有就揪我当他的男朋友。那他说看你，他不会像那个 遇到女角所说的一样，看你长得蛮可爱的，让你当我的男朋友也可以哦。让你当我的男朋友，来吧。是多少？好像是7840。叮叮叮，3 1 3 1 6 9 3 1 2 6 9是吗？忘了，看一下好了。对，呵呵。还缺手手，手手去跟老师要。人家杀了老师之后，我们再来看看老师到底把那个叫什么东西，我们到底把老师的尸体藏在哪？寻找老师大作战。啊，救救我！你也是我重要的学生，真敢讲。老师你唬我，真是奇怪，找不着镇定剂。哦，真会演呢。彩家，行行，彩家，先救彩家。怎么会，怎么会这样？都怪我没有保护好。哎呀，工藤之木、吉野之木、早乙女之木。那老师能够把它切成这样子也是蛮厉害的。话说躯干呢？怎么没有看到躯干？神马都没有发生。祭品。
但是为了解除诅咒就要牺牲活着的人，我真是做不到。你做不到，没关系，我做得到。呵呵呵，果断杀老师。哇，血止不住。老师没事的，马上就让你轻松。怎么了？不行，我做不到，杀害老师什么的。少女的声音。可以的哦，因为你就是我。是谁？来，把球棒举高点，狠狠的挥下去。身体自己就，呜哇。啊，已经没有后退的路了。少女的声音啊，所以说是另外一个我咯。好了，我们要开始寻找老师尸体大作战。老师尸体就在哪里呢？哦，吓我一跳。仓田的尸体，话说这是什么啊？这里面眼睛还会动，我怎么之前都没发现这可以拉？再来一次，行不行？再来一次。就是你，你这个坏蛋。我拉到的时候真的是吓了一大跳，咻！啊，不玩了。没想到就藏在那么简单的地方，我还以为会藏在顶楼还是什么地方。发光了。米烧浆，谢谢你能找到我，不客气。叶真，你这混蛋又来了。好基友叶真，这一段好像就差不多嘛。看不到我吗？这一段都一样嘛。他这个跳动画真的跳得好快哦，好厉害！幸亏他，幸亏当初有去看那一张。逃走了。住手啊！
哦，你的手真漂亮。不要，为什么大家都要拒绝我？我不能原谅拒绝我的人。糟了，又来了。那这段感觉都一样嘛，只是换了男角之后，有些地方说话比较不一样而已。我来了，刚才的事，米沙奥讲吧，曹老师把米沙奥讲，我竟然不知道米沙奥受到这样的待遇，米沙奥讲对不起，叶真君。虽然你做的事情无法原谅，但米沙奥死并不是你的错，别那么自责了。我会 B-box。你会 B-box 干我什么事？来看学校复原了，看来诅咒解除了，米沙奥讲从痛苦中解放了呢，肯定。你现在缺女友对吧？我可以当你男朋友哦。这也就是学生会事，一直受到鬼瓦先生的照顾都没好好道谢，可是鬼瓦先生在吗？呀，你站在这里做什么？那个鬼瓦先生在吗？鬼瓦谁？学生会会长鬼瓦先生，你在胡说什么？我才是学生会长。哎，学生会里面没有叫鬼瓦人哦。很奇怪，你看所有的同学都是穿红衣服啊，就只有我穿白的。哦，叶真也是。难道鬼瓦赏也在异界死了？我一直见不到鬼瓦赏和市立图书馆奖的身影。那个走神的家伙，好好看着黑板。抱歉。好了，我们都没有去杀过叶真，就来杀一次叶真吧。杀一次叶真，其实杀叶真就会通往 bad end， 最后我们也会，哎，好了，我们就来看一次 bad end 吧。哦，十分感谢您能玩本款游戏，不客气。精美 CG， 哎，我现在是到哪里啊？有点啊，等我一下好了，快转好了，我们去杀叶真。叶真，你去死吧。剩下的米沙奥这样所怨恨的人，除了叶真，我想不到别人。要杀死叶真吗？在那个世界好好反省吧。不行的，我做不到的。
对不起，米莎，我讲我什么都做不到。怎么了？呵呵，好了，我都知道了。叶真就被干掉了。叶真真是过分，随便就把我眼镜摘了下来，所以我一不留神就把叶真杀掉了。这样一来，解除诅咒的条件就全部都凑齐了。来，我会 B-box， 去吧，请救救米莎酱。太棒了，我用 B-box 把叶真打爆了。B bus， 超猛 B bus。好了，这一段其实都一样的，我们就直接看到Bad End 之后他会发生什么事，让他快快转。始作俑者来偷情。练咏春。变态老师，好，来了，糟糕了，刚才的事。你看，学校变回了以前的风景，都是你解除诅咒的功劳。老师把米莎奥酱，是吗？你也看见了，我也会被杀掉。老师，我不会对任何人说的。必须要逃。是真的，老师，我不会，老师。
美凡，哭哭，怎么了？你不回家吗？老师，你在哭吗？有什么情恼？有什么烦恼的话，可以老师可以和你聊聊啊。今天和朋友吵架，明明道歉，他却说像这种人不是我的朋友。是吗？那真是痛苦。我明明只有真凡，如果没有真凡的话，我会很孤独的。别那么胆怯，别担心，要过一段时间他可能就会原谅你，所以拿出精神来，就算一个人在这里哭泣也不会改变任何状况的。好了，外面也开始变暗了，所以快点回家好了，老师会送你回家的。变态老师，这么一来就是 bad end 了。好，那这样子我们大多的就结局啊什么全部都看完了，那我们美少的实况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了，谢谢大家，那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